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大年初三尾場賽事第十一場三班千六米準備，隨時起步，黃旗舉起，大熱門就係嗰只喜旺寶啊！哇，六號馬臨尾好勁啊！啲飛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咁啊見到外邊機緣再現啦，咁啊中間咧就瑞德福、翡翠福星埋邊歌神啦、喜旺寶啦，出邊仲有哈哈巴巴，咁啊再後一層嘅馬就南京之友啦，赤兔寶區好搶口嘅啫嘛，內欄咧仲有威利大大啊，後邊四隻我的禮物、雷工作、君臨大地包咗落尾就金剛仔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段過呢個千二米嘅段處啦，咁啊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咧就機緣再現啦，外邊紅衫放馬過來啊，守住第三位嘅馬啦就好重飛啊，歌神啊，中間黃衫紅帽就喜旺寶，出邊粉紅衫翡翠福星啊，再下一層仲喺度鬥緊口啊，只赤道寶區內欄啊，外邊哈哈巴巴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南京之友走出去三搭啦，但係有啲遮擋嘅，中間瑞德福後多少先有我的禮物，內欄威利大大，尾三君臨大地，尾二金剛仔包咗落尾咧，仲係只雷工作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翻差唔多直路啦，前面帶頭嘅馬機緣再現放馬過來啦，內欄白鼻箍歌神，中間黃衫喜旺寶，出邊位置咧仲有翡翠福星啊，外邊四搭都要發力啦，最出就哈哈巴巴想走噶啦，後邊嘅馬仲有南京之友啦，咁啊響出邊仲有君臨大地，馬臨中間咧揾緊位咧，仲有喜旺寶金剛仔，直路上面前面透出嘅馬咧有中檔嘅喜旺寶鬥緊埋邊放馬過來，外邊冚上嚟有南京之友啊，最出嘅位置仲有君臨大地，大外檔雷公左，最後百零米喜旺寶佔先，南京之友第二位，外邊君臨大地啊，入邊放馬過來接近終點，喜旺寶食尾壺啊，第二名南京之友，第三名要影相啊，有君臨大地、哈哈巴巴數入去咧，仲有放馬過來，內欄金剛仔都近啊！結果呢場賽事三號馬喜旺寶連大年初三賽事佢贏尾場，南京之友應該係第二啊！第三係咪君臨大地啊？幾隻馬要影相？好，順利再贏一場啊！奇寶敦、大魔今日一齊三邊，南京之友無私力保住個第二，開面落重飛嘅君臨大地就跑第三，第四就好接近啦，睇下係放馬過來啊，定係臨尾又上翻嚟嗰只哈哈巴巴啦。哈哈巴巴今日個際遇真係慘到冇人有，哇！一路喺開邊上上落落咁樣樣。臨尾嘅歌神落飛落到44蚊，令到呢只喜旺寶有翻28喎。執都領埋啊！今日大魔聽埋第四，真係爭少少嘅。佢仲係有啲阻喎，嗰只哈哈巴巴臨尾又谷翻上嚟，結果就噏唔贏嗰只放馬過來。冇啊！早段真係好慘啊！佢嘅際遇啊，真係唔上唔落。嗯，贏埋呢場應該穩奪，打俾入場券啦啩。哇！贏埋呢場應該得啦，三個 win 啦喎，唔係兩個 win 啦喎。去到九字頭啦，估計應該都好啦。睇下組合獨贏三揀一，結果係 A 一嘅隔夜熱門啦，18.5。好中意呢一飯，啲喜旺寶啊，擺咗喺度。奇寶敦，唔覺唔覺佢都贏幾多馬㗎？今日三邊啊！今日馬房撐佢啦，但係今日無敵飛龍、喜旺寶呢啲真係前景好到不得了嘅馬嚟嘅，都能夠贏得到。好啦，又拉頭馬啦，今日同阿大魔一齊三邊。做埋騎師王添，23 win 啊，已經36分啊，奇寶敦四連環1389咧，3025蚊啊，1.14度，唔敢揀嘅放馬過來。鏡你可以睇到咧，奇寶敦落咗幾多邊嘅？好咁啊，位就靚啦，起步跳出嚟順利。呢個位冇睇下會唔會危險先啊！
一度驚危險咧，就驚慢步速俾人哋冚嘅啫。其實真係慢步速啊，結果係，但係大家鬥慢啫，大家鬥慢，同埋喺嗰個最關鍵嗰啲五六百米嗰度咧，係冇馬去冚嘅。即係冇馬就係見到慢冚過，冇錯，你最怕就唔喺外邊啦，冚你就危險啊！嗰個位咧，其實咧，即係由我哋入直路睇起黃埔出到頭嗰度咧。通常就冚到正嘅，啊佢好嘢喎，一啲嘢都唔使做，可以走到出嚟。因為其實佢全程都係起步就撳實，就 set 咗呢個位，大概即係第四位到啦。然後因為慢啊嘛，就係佢都冇喐過手，其實只馬已經上前啦。嗱，咁你依度慢啊嘛，依度咧，你如果最怕咧，突然間咧嗰啲咩外檔冚咗上嚟啊，南京之友喺度冚啊，冇錯啦，已經上。一壓你咧，變咗你就食咗食曬三輪至兩層咧，你就驚啦。但係佢而家唔怕啦。嗱，事實上真係哈哈巴巴喐先㗎，得一隻啫，一隻啫。咁而家依度點解會有位嘅咧？啊，一隻啫，咁開邊？要放鬆咗佢出嚟喎。我實要放鬆我，你任何動作都未做，唔使做任何嘢啊。即係頭先最危險嗰啲就是哈巴巴上南京之後上，我再或者其他三浸冚埋你咧，一個博士就驚啊嘛。但係去到嗰度一成一線出嚟就唔同啦。但係搞到叫哈巴巴咧，本來有位走咗去裏邊就變咗冇位。咁佢跑一段路程咧，你只呢個均速馬難啲嘅。係啊，你對呢個哈巴巴就冇咁好跑，但係佢都唔係曳嘅。所以都係好準嘅，都好準嘅，只馬都非常好黑嘅。因為你諗下，佢係咁係咁轉唔同路程，咁你要係啊，你睇啊，你睇只五號仔啊，你睇下莫雷拉一路推啊，我唔夠路程爆啫，但係終點前咧，睇嗱掃一邊，咦又上啲咧？如果大家現場咧睇到佢衝線咧，衝到對面都未肯收得停。我睇下第四名張相啦，放馬過來仲頂到嘅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59，第二段23秒24，第三段24秒26，末段23秒62，總時間咧1分35秒71嘅。